这边。你起码来了，你去做义工啊。哦，你这个外滩水域的，负责外，你的外滩水域，这完全非常有过。我担当啊，前两年去做慈济的，96年，因为96年才去在中国。那个这这地方当这个案子，当今啊，然后有些神秘客啊，来给你抽查，想到迄不按台语出牌的问题来请教你，然后你有些时候会答不出来，就跟你跟你说你不好啊。哦，哎，就卖走啊。这个很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
Thank you.
年。嗯。对啊。那个公安